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 응? 啥意思?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아, 내 여정은 이제 시작이야. 挺好. 莫甘娜其实可以学 Q 啊！对，回家多买一瓶药。那泰坦是不是有点瞎？我发现。 几个辅助，三个辅助，行不行？两瓶药打多兰顿、阿卡丽，直接往上E，头也不回呀，一枪不开呀。 先给他整个女神之刃。哎呀，这不是一血，我们没拿出来药光啊！那弄的那缺过去。 我这波可去不了啊！哎，可以啊，这都能把蟹抢了。<咳><咳>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이 A 打不溜接两个 Q 平A Q 一下，我又要约塔杀你了。 他能 Q 着我 Q 不着他。我操！哎呀！他买鞋了吗？狂了一手啊！狂了一手。 狂了一手，狂妄了，等个药光。
让他给我砸了。这哪能行啊？怎么小狼了一波呢？적이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他们家的蛤蟆会不会在他旁边呢？这不是没见着蛤蟆人，不太清楚。我看看他是不是属于一个勾引我的范围啊？我感觉好像是有点勾引的意思，说实话，啊，这边走位有点不对了，而且莫甘娜在打龙，我们这不死，我们家就是转，知道吧？千万别上，千万别上。你看他位置没有？我们这种兵线，啊，他敢如此之狂妄，我说实话，有点不太对劲。我闻到了，我闻到了蛤子的个脚臭味。哇，克鲁米一下，原来没在。没事，没关系。来个燃烧宝石，怎么九杠六了呢？看来我们得发力了，打卡力不杀不行事了，队友有点顶不住了。控一小波线儿啊，他如果敢上来把他杀了，他刚才刚把烟儿交了，直接杀。哎，让你不带征服者啊？难受不？他怂了，他不怂，他 A 不出来了，他怂不怂的？再见了，朋友，我要回家了。
항상 최고를 추구해.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기다렸다고. 这英雄很难杀的，逃跑技能太多了，关键是有烟有E，完事还有 R。 그게 전부냐? 你打他的这一跑。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포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 적은 전설적입니다.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길만 알려줘. 你不回家，我可要回家了啊！我可再见了。 哎，这个E都能E到我属实不应该呀，这怎么E到我的？我天哪，真是有点假。回家了，没办法，不好杀，这玩意儿属实太难杀了。 根本杀不了。派克是个什么派克？我天哪，居然是一个挺进派克！把这蛤蟆给我杀了。 挺烦人呐，这蛤蟆有闪现，我操了，1000块钱没拿到。哎，你怎么回事啊？还要比如我？ 刚那个蛤蟆1000要是拿着就好了，没拿到，可惜了。
我们跟着阿卡丽对线吧，主要烦的一点是啥呢？主动权在他手上，不是在我们手上，你知道吗？我们想杀他，他可以不死，但是他想杀我们，他可以杀。这边旁边可能有人，不能动杀心啊。慢慢对吧，线下条小龙再打吧。谢谢，慢跑也能超越，还是超神。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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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打一波瑞饼。开课没攒起来，不过峡谷我们拿着了，还行，这打输了呀。那 AD 我还得去保他，我不保他还不行，我杀对面 ADC 还杀不了，现在把鞋先出了吧，我们先把鞋出了。头这倒不用头，小龙两条可以给，可以给。勉强，漂亮！这波一千，人人有份儿。好大，我没份儿吗？我没有份儿啊，这不可恶了吗？这把的钱太少了，很难 C 呀，兄弟们。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这把一层塔皮都没吃着，哎，算了，我这给了得了，不要。跑不了了，密老，哎呀，老上来很讨厌。你一个塔都拆不掉，没有塔钱，全是人头钱，一共就俩人头。和补兵的钱，钱太少了。派克感觉需要一个蓝 buff，
开始消极，不是消极，那跑不了了，你不推个塔？你都明知道跑不了了，你还不把塔推了？这怎么能是消极呢？실수에서배우는법이지。AD 两件套，我们一身破烂，打不动人呢。阿卡丽杀不了，还关键那蛤子不知道搁哪呀，没法动啊，不敢动，打野压力有点大，这位置不好上啊。俺们先杀个泰坦，好像没啥意义呀、啊。AD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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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爬着，爬着没死掉吗？哎呦我操！哎呀，这也能让他吹波扣啊！我的天哪！那蛤蚱没死，闪现跑了，还有个钉，他就是钱太多了，他稍微钱少一点，俺们刚才这波都大获全胜，真的。那蛤蚱早点死，上个阿卡丽已经没什么用了。我去大龙瞅一眼，没事，他们要小龙。我这没好呢，这技能。蛤蚱，蛤蚱，翻了，翻了，漂亮，打龙。这不要小龙，打龙。Go go go！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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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大龙、小龙、大龙全要。没死啊！刚才这波赢的关键点在哪啊？赢的关键点就在于我们去帮麦甘娜拦住了蛤蚱，并且用 W 挡住了他的 Q， 让他一点作为也没有，明白没？没让他去杀 ADC， 他的这个装备杀俺们家 ADC 就一秒。小鸡儿没人打，没人打我打。就杀着小炮，可以。我们主要就是打前排。推塔来，等一下，
打团呢，先把哈子杀了，漂亮，我来扛，把塔拔了，先把塔，好，来，救一下，后边，别追，我们蟹手还没触发呢，没事。 先把 ADC 杀了，撤！我们已经600块赏金了。 直接高地拆了，拆高地，拆高地，拆完高地，我们下路一塔，顺便把龙打了。小龙，要继续推，确实是费点劲，咱不要继续推了啊。 这明显是不行，不能打。下路腿，准备小龙。你们不会想守一塔吧？啊？这下路这防御塔一塔还要守啊？ 啊，我送了这波，没事，我看看。泰特斩空了，投降这倒用不着，其实投降这倒用不着，只不过就是小龙给他们了。这波这个位置不太好，他们家这个位置啊有防御塔，并且那 AD 我没打着，我下回还是不行，还是不能先打这小炮，我发现，我还是得去先杀他们家沙弥拉。 打了有个村哥，我妹的来个村哥，没事，大龙打，卡莎装备不错，直接秒啊，可以。先把龙打了，漂亮。
他们不想让我们走是吧？这不行，不能上啊，位置不行啊。位置不好啊。哎，阿卡丽死了，漂亮，你可以杀这泰坦。还行，打了哈的一个春哥出来，烫死他。啊，漂亮派克，哎呦漂亮漂亮的派克，来试哦，给他点个赞。灵性啊，灵性的兄弟啊，灵性的兄弟加美了。